首先来关心，延续上一集为观众介绍联邦医疗保险之后，面对不少观众好奇，还有哪一些好福利呢？东森新闻再次请到东安森蓝十字保险专家，分享2020年全新的健保福利计划。联邦医疗保险优势计划作为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的进阶计划，不止健保福利完善，且加州居民购买还有机会享有零保费优惠。它是月费是零保费，这个呢是在我们在加州地区啊，南加州地区，尤其是一个我们是得天独厚的就是它因为我们知道它的政府补贴特别的多啊，所以提供这样的优惠。那你如果是在其他的地区，比如说你到San Diego，那就不是零了，那可能要70几块一个月了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差别。所以我们都是很有福气的人啊，居住在南加州。且服务华人社区，安森蓝十字还特别联手 Walmart 超市推出全新的健保福利计划。安森蓝十字呢，因为特别的跟这个 Walmart 合作，因为我们知道 Walmart 在南加州非常的便利啊，除了地点很多，它里面的种类也很多，而且呢它的价钱也便宜。好，那 Walmart 呢跟这个蓝十字合作了以后呢，每一个季度提供200块钱。的这个补助啊，也就是说非处方药的补助。且这项每季度$200的非处方补助，又称作 OTC 津贴，不只包含项目丰富多元，且还能大幅度提升保护的生活品质。什么叫非处方呢？就是说你不需要经过医生的处方啊，比如说维他命啦、眼药水啦、这个创口贴啦、牙膏、牙刷啦、牙线啦，点点，有很多，反正沃尔玛呢有好几千种的这些这个品项，我们都可以在这200块钱。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每个季度200，所以4个季度一年哈，所以就是800块钱。800块钱，我相信这些维他命什么基本上都用不完了。至于没有使用完的非处方药补助，全新的健保福利计划还有贴心安排。200块一个季度用不完的话，你可以就是 roll over 到下个季度啊，所以呢，这些呢就不会说用不完就没有了，我们可以一直用，所以一年总共有800块提供这个跟沃尔玛合作的这个非处方药的这个福利。观众想查询更多健保权益，安森蓝十字也建议欢迎来电相关单位。在这个更多的资讯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Medicare 是联邦政府办的，所以它有个网站啊，它我们可以到网站上是 medicare.gov 这个网站啊。那同时也有任何的问题呢，也欢迎这个观众朋友呢打电话到安森蓝十字咨询。我们安森蓝十字有一支电话1855-394-7960啊，我相信这个电话呢也在这个荧幕上面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打这个电话进来，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呢会给各位做很详细的一个解说。安森蓝十字全新健保福利计划，致力为消费者创造更好的医疗保健。观众查询更多详情，请上安森蓝十字官网。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